我刚刚主要是增加这一行，有没有把增 add 之后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是等于是新增工作表，哦，然后把名称改了一下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以后如果你现在记不起来，至少你就是把它当范本，有没有？来 call 啦，啊，这东西其实不可能马上就你哦，这其实真的要 run 很久，才慢慢比较熟悉，而且很容易一个地方闪失哦，你就会。漏掉了，OK，那漏掉或者是做错，那程式就完了，就没办法跑了哈，OK，所以当然如果你实在是 run 一直有问题的话，不然你先用我的程式吧，OK 哈，然后这个是拖拉到值，拖拉到列，然后这个是把不要的这三个筛选过滤掉哦，那当然未来如果你够强哦，以后甚至把它自己写就好了嘛，连录都不用录了。或者说，你可以拿一个范本，有没有？然后照抠照改，因为里面东西理论上都是差不多的。那你给它改一下，尤其是你那个，比如说，假如说你做的动作都一样，那只是说呢，哈，你的那个范围不一样，那你也可以啊，写一个回圈，甚至以后你要大量产生报表，哈，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基本的架构去稍微修改，也可以达到。好，所以你说。老师，我很多报表，我希望哦，让他自己去跑，那其实就可以从这个结果去稍微修改啦，一样可以做出来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，如果我希望做出什么枢纽分析图好了，所以要、哦、再来的话，我们把表格做出来了，有没有表格哦？OK，这应该可以，这个应该有印象啊，这上个礼拜做的啦哈、哦。那我们把这个表格希望绘制出一个折线图嘛，因为如果切到。哎，数量的话啦，如果你看这个数字，虽然好像看可以看到了解嘛，可是问题这个数字毕竟你人脑眼睛看了之后，大脑还要再转换一下，然后转换一下呢，还要再思考到底哪个多哪个少。可是如果画个图的话，相对会简单很多。可是问题哈、哦，假设每次的话在什么分析，然后枢纽分析图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再找到折线图，再找到这一个。然后按确定，然后再去调整啊。比如说，我希望放在第二这个位置，然后最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栏哈，十栏宽。然后列的话呢，也许也是十列高好了哦。比如到这边，哦哎，十列好像太少了，OK，到这边好了，15列好了哦。然后上面的名称改一下，哎，比如说这个名称也叫做历年窃盗折线图，哦。然后我希望这个名称除了改之外，改个颜色，好，改个红色。然后字的大小大概20，OK，20点这么一下，好，这样点框框，然后再点颜色，然后把它变成20，然后加粗体，OK，然后这个叫图例哈，英文名称叫 legend，legend 不要 delete，好啊，假设这样 OK 了，可是问题哦，如果你做一个要。假设要花5分钟，啊，如果你有几十个、上百个图要画，哦，那你不是每个再来一次？啊，如果今天做完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后天再来，每天都再来一次，很累，很累耶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我可不可以哈，把这些动作呢变成一连串的程式？当然可以啊，怎么做？其实就是什么，之前讲的录制巨集就 OK 了，哦，但是哦，你会发现录制巨集哦。图的部分哦，它录下来，我们刚刚做了非常多的动作，所以真的很麻烦。我干脆建议各位将来可以拿我云端上的范本直接来改会比较快啦。OK，那当然你们也可以先做做看啦。所以我刚刚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录制巨集嘛，那你可以什么？也许这个名称叫枢纽图好了，叫枢纽，刚刚那个叫枢纽表，这个叫枢纽图好了。好像有一样的，把它盖掉好了。OK 哈，好，那一，就是分析里面的枢纽图，然后这边好找这个嘛，按确定，然后位置的话你可能要先调到第二好了，那宽的话也许十栏大概到 M 嘛，M 栏，然后15列高好了，15列的话因为这边有一列嘛，所以到16，哦大概这样，假设啦，我希望这样，然后这个名称的话呢，一样就这个名称。哦，比如说你点两下，名称上去，点框框一下，
然后这边的话就是14号，20好了，好，然后红色的字，哎，然后出题好了，OK，然后并且把这个删掉，点一下 delete。OK，好，录制完之后的话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把它停止录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了哦，哎，它到底录了什么东西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枢纽图有没有？有枢纽表、枢纽图，编辑一下。那你可以看到哦，哇，它录下来这么多，哇，其实蛮多的。但跟各位讲哦，其实有些地方它等于多余的，像比如说前两行哦，这个其实可以，这上面这些都可以上。这什么 clear to match style，这个好像是多的，这个其实不用没关系。关键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两行就可以了，这两行，这一行的话呢就是 add char 哦，指的是顾名思义嘛，增加一个图，什么图呢？就是这个图。那图的话你要跟他讲哦，所以 add char 哦指的是说，哎，我要增加一个绘图区啦，所以这个绘图区哈。它其实有点像一个白白的一个小画家一个画布，那后面这个实际上就是你要指定什么折线图，所以你会发现后面有个332 X line markers 哦，这个就是含有标记的折线图。OK，那你想说这个老师我记不起来怎么办？没，其实没有人要叫你记啦，你如果记不起来，你录制你就知道了嘛。OK，好，然后呢后面有一个方法叫点 slate。那底下的话是设定什么？它的资料来源 source data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那另外底下这些哈、哦，像什么它的坐标，它放哪里有没有？left top，还有它宽多少，高多少？其实我建议哈、哦，这些其实可以另外写。那至于怎么写哈、哦，我想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哈、哦。然后其他还有什么？它的名称有没有？然后它还有它的这个字的大小。颜色，好，然后还有出体，啊，要不要把那个 legend 图例把它删掉？其实这个哈、哦，我们都可以把它精简。那至于怎么精简呢、哦？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哦，也许你们先手动哦，先做一下。那待会也许把它录下来，稍微了解一下，至少你知道说哦，原来它可以帮我录下这些东西。那待会我们来看如何把它精简好了，好，来。